就我觉得绿人没大招的情况下，只要绿人没大杰斯跟绿人站住，绿人都赢不了。那绿人有大招的时候，这杰斯直接把绿人锤开，就很头疼。你干嘛？你干嘛？撑都不过，撑都不过。别 A 了哥，我操，撑都不过，好恶心。杰斯现在伤害高了，受不了。草率了，没绷住。哥们还是没绷住。他好凶啊，我的双手沾满了血液，可以救一下吗？没闪的大杰斯真的需要帮助。他两级就来了吗？没有牛人手段，我操，坏了呀！为了更大的良善，我这波兵线要被抓。容易被抓的一个兵线，前车之鉴，后车之师。玩独子了，兄弟，这边这打野有点无敌了。越剑知其主。啊，来了来了，给我狠狠的撞 nice。 他们已经跨过那条线，推线好累啊。啊，推线太累了，一个断盾真的推线推不动。还来吗？真的假的呀，哥？这不会被换了吧？雪球没砸到啊，没办法，雪球空了。我操，牛逼！牛大了，我操，牛大了！着实没什么办法，是吗？我
双手沾满了罪孽。我看他雪球空了，我不该上的，该直接撤的。一换一还好吧，只能说节制不亏。上压力了啊！兄弟，这怎么办？给我上压力了呀！他还没走，对面打野。去吃果子，帮他打先锋吧。Nice， 好起来了。哦，最近最近，太最近了。这张皮在走，小兵给点力呀 ，OK。也是有闪的。哎，不用逼吧，其实逼的也就出那个装备。但有闪，我不跟他打就好了，等他推进来。啊！我操，你干嘛？哇！什么东西啊！哎，这版本的杰斯真的好他妈傻逼呀、啊！这也能怨我吗？哇！快跑、哦！坏了，他被撞死了。哇，这个版本的杰斯真的打不过，真的打不过。现在的杰斯就是超模，跟武器一样超模。女人的强度真打不过杰斯，太痛苦了。
好，我真的双 Q。我真的双 Q 啊，能不能削一下这破逼英雄啊，或者你正向一下我瑞文也行啊。前车之鉴，后车之师，这逼爵士一天不削，每次遇到爵士都得坐牢。没闪的还要装，呜，双杀，给我一个给我一个给我一个 nice， OK， 起飞起飞起大飞，兄弟这个快装好蹲啊，哈哈，900块钱被这血人拿了，舒服了呀，一波直接起飞。能试一下渡城吗？OK， 溜了 ，nice， 太对了，那布甲鞋，来个布甲鞋顶一顶，我这个装备 EV 碰上他可以打了 ，OK， 这波直接咸鱼翻身，面破败在上路，再刷石头人。吸点血，吸点血。挨在下半区，进下半区。我已经流浪如此之久。先锋不要吗？先锋不打吗？感觉现在打架对面好像打不过我们。这波我得小心，破败之王不知道在哪。看杰士这样子应该是去下了，还可以啊，队友没死啊，帮打先锋去。抓不了，清线很快的。雪人可以抓，来了，呜，戳，戳，能撞能撞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啊！好大的雪球，好大好粗的雪球，我操，这杰士绝望了，这交了闪现还要千分，杰士真的绝大望了。我有 TP， 我不用去，这不我继续带线给他们压力。现在这屌装备打不动我的，给大家出个装备吧。我这边先锋应该是放的，
我操，贪生。可以。这中塔能守一下吗？算了，我守不了。这么过分，我操，狂野。坏了，侠来了，现在他没意了，直接踢，别啊，顶级逆天理解，我操！因为这个信札他是一先守的，你知道吧？没有控制了，直接踢班之风没有活路。因为我这把复兴带这个没有灵光披风，我闪现也跑不掉，这个侠已经包了。我操，顶级逆天 TP， 学会 TP 怎么用了不？十把我十把排位带一把的 TP， 直接派上大用场。他应该自己能杀，笑了。可以。能捡一个不？哇，爽！我去守他。队友可以守，我拆塔吧。舒服了，我要死亡之舞了，直接乱吗？泰森不在啊，走吧。泰森不在啊，我出个装备吧，钱太多了。对面开龙什么意思啊？对面疯掉了，怎么感觉他们打得有点快？哈哈，收上票上票，免费的票上一上。去上路去，干啥呢？对面零花五了，免费的票子上一下呀。
这不点灯啥呢？切了五，吓得直接交惨了，要进化。好了，哦，拿下拿下，又哎呦又秒退了，我敲，又秒退了，十八还可以。我操，这血能打寻常最高伤害吗？看一下，他9000，他才16000 ，CD 怎么才打5900啊？我日，他伤害比我还低。现在多少分？744。OK， 刚打完游戏就看到弹幕有兄弟穿没鞋穿了，弹幕有兄弟穿鞋烂掉了，这让我很是心痛。给大家推荐一波我自己表妹在住的店铺，运动潮鞋潮服一星账号38017，里面有各种潮牌绝世好鞋，这是期间无理由退货，支持货到付款。没鞋穿的兄弟可以加屏幕中间潮鞋 V38017了解一下。OK， 这个还好，这个 R 我闪现 W 调整一下位置，闪现 W 两个，然后这个 R 调整的位置可以。